这也没痛。哎，痛痛。痛啊，这边呢？这比较卡，比较重了哈。这很轻松啊。捋不进去啊，等下我帮你调吧。看这边有没有痛？没有。这已经调到松松软软了啊。松多了吗？松多了啊。这已经调好，记得不要去扭那颈椎腰椎，咔咔疼哦，这样会破坏神经，结果疼痛越多啊。